是乖乖，乖乖在。我要看这个火车，谁会开火车？啊？我。那可以开过这个桥吗？谁帮我开过来？是我。好，小乖帮我开过这个桥。火车要过桥。啊！撞到了，撞倒了呐。那要开过这个桥，开过来，要很多。哇，这里还有火车来了耶！先上去看。这个是汤马斯，汤马斯在大陆一台才几块钱，在这边一台就两三百。洗衫在用棉被，在用一大堆。你若回来台湾，你就知影，这拢总爱家己做。停在桥上面。爱洗衫、皮衫，爱洗棉被。所以礼拜六、礼拜天就是拢爱做这个工课。变成这只吗？等我一下。有差一点点就好了吗？对啊。啊，怎么在这里塞车的啦？是谁的火车怎么没有前进？我那个小乖那里掉到河里面去了。你掉到大海里去了啦。哎呀，你的鼻涕大海。